传统了吧？保重啊！终于解脱了吧？ 资金到位了，这笔资金别看钱少，但是啊，解决大问题了。我听说是尹大姐把房子抵押了，贷的款。对啊，当时我妈拿出这个房本的时候，我都愣了。你说我爸跟我妈之间的关系这些年，你也知道。说实话，我挺意外，也挺感动的。你看，这还得是说原装的好啊。
林大姐真是让人感动啊。嗨，说啥呢？我用我仅有的听力听到了原装两个字儿，啥意思？我告诉你们吧，从今往后我是再也不可能原装了，我只能是拼装。我的耳朵呀又坏了。你怎么总挠耳朵啊？这个啥啥又听不着了？听不着了。总而言呢，上火了。哎呀，闹脓了，耳朵里面都是脓啊。滴答出来了。是啊。咋还唐山腔了呢？火是忒大了。我的老家呀就是唐山的。这一高兴啊就想冒出老家话了。我跟您说呀，我今天呢是忒高兴了。因为啥呢？我离婚了。我离婚了。我一听说我离婚了，我这耳朵当时听见了，什么都好了。开心不开心？兴奋不兴奋？老袁，我离婚了，我离婚了。别乱开玩笑。我终于我离婚了。正常一点，正常一点，别乱开玩笑。闹什么闹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要把证给拿来，信不信啊？新红的本本离婚证，怎么了？我给你拿来不行吗？我真的太高兴了，我幸福的已经拿不出言语来说了。我真是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啊，他们忒儿呀忒儿漂亮。江太，忒儿呀忒儿聪。哎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正常点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不正常吗？哭吧。我太正，我哭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哭？我现在是高兴啊，对不对？我结婚以前，我觉得全世界都是男人，就扣扣一个女人。结婚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大错特错了，全世界全是女人呢，就扣扣一个男人。我现在可好了，彻底的解放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刘哥，以后你不许在我面前秀恩爱。你要在我面前秀恩爱的话，我捶你单峰，不是我双峰棍，我噗噗 ，yes。离婚真好。我难受，我先走了。先走吧。呀，怎么走了刘？哎，逃避，不敢看我的喜悦。哎，老袁，兄弟，你怎么也不说点什么呢？哥们儿离婚了。兄弟，加油吧！加油！最近发生那么多事，确实没照顾到小兰的感受。没想到她……爸爸，小妈。哎，小妈，来坐。坐，哎，坐吧，坐。喝点什么？不用，一会儿再说。
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要跟你道歉的。对，我们现在才知道，我们之前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家里的钥匙已经都配好了，你要是想回去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不用了，你看你们最近也挺忙的，也很少回去。我自己回去住的话，也怪害怕的。再说，咱们之前的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们也别往心里去，啊。小妈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跟我们说。对。我都挺好，都挺好的。听说墓园那边的资金是不是差不多了？那是不是意味着你爸爸就快放出来了？应该没那么快吧。还需要调查，果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是不是在你心里觉得我特别用啊？什么忙也没帮上。小妈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也尽力了。太微弱了，不是吗？算了，不说我了。你爸爸怎么样了？你们去看过他了吗？我去看过我爸了，挺好的，他也挺挂念的。他都说什么了？他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提醒你了，他怕你担心，告诉原野说，让你别担心。担心？现在原野，你们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？你就一面就好。回头我跟律师商量，我会很快安排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吓死我了，花儿！哎呀，吓你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高兴了，好几天不见你了呀。不是你干嘛去了？我买菜去了，买菜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么些天你不来，可可姐也不来，你球球都想咱俩了。我跟你说，咱要再不来看他，我一个人当爹当妈。是，妈妈也不来，这爸爸也不来，球球多可怜。我赶紧过来嘛，看看球球。早就该来了。哎，正好你今天晚上看完球球啊，溜达点吃饭哈，我叫大姨给你包运动包。哎，不是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呐，烦呐。哎，妹子，你没发现我现在特瘦吗？特憔悴，你看我这脸都作腮了，我现在真是人比黄花瘦啊！哎呦，哥，你搁这坐来，你干嘛？干嘛这一惊一乍的呀？哎呦我跟你说，你发生再大的事，你也不能不吃饭啊，是不是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再说了，你也没见瘦啊。我，不是，我是典型的包子脸，我是全身二两肉，一两左脸，一两右脸。我就，人家说我是包子脸饺子命，坎坷呀。哟，我非这么不开眼，说的什么屁话这是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眼睛太有福相了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个天庭饱满，地格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地格呢你？哎呦我，你才没地格呢！地格是主后半生的，我的后半生意味着没有了呗。哎，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呦，我瞎走！我跟你走，我跟大姨看过这个面相上的书，跟她学过。你这个天庭是因为开过饱满，所以没有地格，人没有完。哎呀，你又骂我！哎，不！哎，我又说错了，我就知道你天庭饱满是好事儿，好事儿。哎，我给你看手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手相特别重要，相由心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哥。你这手指头这么巧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弧度，心灵手巧，你知不知道？心灵手巧。我跟你说，心里美才是真的美。那个脸，那个外形再好看，都不当凡尘没有用。哎，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个斗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斗也特别重要，一斗穷，二斗富，三斗四斗卖豆腐，五斗六斗盖大楼，七斗八斗。哎呦哥，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
我真爱你，有老满 superstar， 正能量，正骨气。我跟你讲，花，你给我。正能量啊啊！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你是爱我，有你真大，对吧？我终于明白了，我明白我的生活方向了。我太感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今天你听听一席话，我胜读十年书啊！我明白了，我十个簸箕是极品。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五金杂货铺的呢，十个簸箕，不得累死我呀！但今天你告诉我了，我的命运改变了。我以前我手以前弯是缺钙的，原来。原来我是命好是吧？啊，耶！手指盒也占用的阿姨，啊，染这绿色就是军用的。哎呀，多宝盒，哇，还呀，百宝箱。阿姨，你这可成分得改呀，地主啊，您这是。好家伙，这都是啊！哈哈哈哈，快帮我一把！哈哈哈哈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呵，我这是真的，你别用了啊！我豹纹。哎呦，阿姨，我一看这个豹纹，我真的我就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爷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豹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看这个豹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这个豹纹真的太形象了，真的。我怎么直抖啊你啊？嗯，没有。不是，你看，坐，怎么了？啊，坐着。不是怎么了？这没发烧。你给我坐那么不行，手心是热的。来，我来，一边去。没事，你。我来。不是没事。没事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没有事儿。我就是有点上不来气。嗨，不是怎么你？哎呦我吧。啊。我。你跟我说。哎呀，行，你别理了。哎，我好像给我使出劲来了。你等会儿，哎呦，我上厕所。哎呦呵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花儿今天这是？哎呀，哎呦，憋死我了。走了嘛。大爷，我得给你锁一个丝，施完火机，真的，时间有限。那个，我给你锁，我有了。别胡说八道，哪有了？什么有？我真有了，我就这个地方，我有个印儿。你别是想跟我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说，你这地方呀，这肚子要有了，我就跟你妈你爸那边交代。这哪有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还上蹿下跳，他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这里，一会儿在这里。哎呀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我就心里有人了吧？停！说那个爱情的病吗？爱情的不是病，就这个病，我体会到了。大爷，这个手都凉了，我紧张。哦，花儿，可怜的花儿哦，这爱情病你得上了，但是你这病是刚得。你不好奇这个人是谁吗？你不用你说了，像你又急眼睛又那什么，我还不知道谁呀。你看出来了，我过来的。哎呦，紧张死我了！他刚一碰我，就和过电似的，大爷。紧张死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行，他有地震，有点潜力。他过来帮帮我。向东流，挽留。怎么样？红了点了吧？啊？嗯。哎，你往里点，我坐会儿呢。啊，哥，你坐。咦，我觉得这串珠子也不错，这。别上牙咬。这一股海鲜味儿，这个。嗯。不是，我是没洗手，不行，不是，我是匆忙的，没碰上。你干嘛？依你干嘛？行，小的都眼力，行。我看这东西吧，确实挺我眼力。这个都不重要。亲上加亲的，咱们以后就是。哎呦，
看，哎呦呦，哎呦，你别给我玩蒙行吗？你一玩蒙我就发懵了。不要不要，真不好意思呀，事儿都办了还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是想拿一根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什么拿一根？这是周东的指导，开什么玩笑？那你说哪儿了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吧，看那个桌吧。哎呀，我从谁呀？你说我，你说句话呀？不是，你们结婚了在一起啊？你知道有一什么好处啊？明儿他户口都可以进城，孩子上学都能解决了。不是，我跟可可啊，这面现在已经牵扯不到什么户口啊。乱七八糟的，你不是离婚了吗？对呀，所以说那你说可可干嘛呀？哥，我喜欢孩子。我听听，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他是最喜欢孩子，这点我特别感谢你。你先有一大胖小子，明儿你们成了以后，你再生一闺女多好啊！我给你们带，你看我怎么不亲上加亲呢？你是说我跟花儿？那怎么着？母花怎么了？母花，母花黄花大闺女怎么了？母花会做饭，我会做黄花鱼。不是我亲妈，不是那个姨啊，什么就什么呢？我就跟黄花菜，不是我就跟花在一起了。花怎么了？不是我没明白。怎么没明白？你现在是单身汉，你现在离了婚了。不是，我是自由人。我是自由人，但是我怎么就跟花在一起？怎么不行啊？你真以为你动过世界的吗？不是，我什么就动过世界？我为什么就跟花了？我因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怎么了？母花怎么了？我就告诉你，母花怎么了？我想问问你。不是，我没说花怎么了，你为什么就是？不是，你可以当地主，你别当媒婆，你瞎点鸳鸯谱。我跟花怎么了？我这叫牵线搭桥。牵什么线搭什么桥？这屋里没别人，除了你儿子。不是您这是微桥啊，您这是什么桥？什么桥了？不是花，你说句话呀，我怎么他了？你就不是你说句话，你不是我为什么就跟他呀？对不？我刚才一上楼，我在楼底下碰见他，是他给了我充分的力量，让我重拾了信心。哥们，我一兴奋我就。吻了他一下，纯洁的友谊呀、啊，哪有什么爱情啊？姨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啊，花，你说句话，你别搁这发抖啊，你快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最讲这个，他花给了你正面的力量，对不对啊？不是，这穿上豹纹怎么就跟豹附体一样？什么呢？阿姨，你别笑了。阿姨，你不是你说你害怕，害什么怕？什么叫我一头汗了，我还不害怕呢？出点汗怕什么？阿姨，你说你这虚寒的，不是你怎么？你别你跟我说，不是你可别胡说八道的好不好？我现在怎么说？我刚单身。这是跟姨说话吗？不是，是姨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是我现在刚单。哪意思啊？我现在刚钻石，我钻石王老五，你别让我给我乱点鸳鸯谱。我也没让你今天就晚上就结婚。姨，我求求你了，别逼我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死你面前行不行？我磕死。我俩不是一世界人呢，我是喜欢豹的，他喜欢花，我是动物世界，他是植物学，我俩都不一样。你说我一天到晚的我，爹，我们人也是高级动物，不是感情。我喜欢的是豹，我这不是，我不喜欢他那花的，弄得跟大灯似的。你喜欢那口口上，可不能乱点鸳鸯谱。咱不能这样，你玩你这个行。哎，你小子，别玩啊！这找不着北是吧？你以为你人见人爱啊？你喜欢那扣扣那吃那大指甲，啪一大嘴巴扇你，找不着北。我这得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你外国人呢？这可是正面的力量啊！你也会说普通话，你也挺棒。爷，你俩，我宁可选择你。你今天晚上就走，你要不疯，我得疯了。为什么？花儿，像将来这样人吧，像他就是，就不行。你喜欢他是不是？啊，不喜欢呀。他不就是这么亲了你一下吗？不，他之前他对我也都挺好的。那不一样，就真有一天你们要真成了，咱们家得出三个疯子。不是有句滑手吗？我一了一句，不是他不喜欢我。他没说。哦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没说不喜欢你，你真喜欢他？哦，他这么走吗？快点，我给你吃这儿的冰，我害怕了。花儿，你别着急，不是别着急。嗯。大姨想办法，啊，大姨给你想办法，还不能那么笑。嗯，大姨也不对。嗯。
应该怎么想？这也没有规定呢，这小子确实让人高兴，确实让人高兴。阿姨，你想办法，别着急。没事儿，都挺好的，别担心我啊。老袁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。现在，你只有相信自己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时间到了。
爸没事吧？谢谢你们啊，小马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其实我们应该早一点带你来见爸的，之前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好。对，其实我能见到他这一面，真的就知足了。下面打算怎么办啊？要不跟我们回家吧？不了，不了。小妈，我跟你没关系，袁爷，是因为我还有事儿，所以就不跟你们回去了。啊。那你要去哪儿？我们送你吧。不用，不用。公司的事儿还有老袁的事儿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就辛苦你们了。嗯，你爸爸这边要是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吧，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小麦怪怪的，爸不会有事儿吧？真的吗？行吗？美丽的小个子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进来，快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是，这他……你要敢说个贬义词，我……神一样的女人，就是天底下凡。真的，好看，是不是好看？好看，是不是好看？脸先着地嘛。你们俩人约着啊，出去逛街去。今天我给你们带孩子。大姨不用，我逛街我从来都一个人逛，不用别人陪，真的。对对，管事了吗？这是大城市，这不是你们农村，一出门转向，他哪儿都认识，买衣服地方、买鞋子地方，什么价位，是不是？俩人出去逛多好，出门先买一公交卡。不是买什么？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非得把我们俩凑合一起去，你才高兴是不是？不带这么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什么叫知恩图报啊？什么叫知恩图报？孩子谁给你带了这么长时间？谁给你看着？花儿，不是可是吗？没有可是，但是没有但是。美丽的小个子啊，走吧。哎。怎么还拿这个呀？脏东西，买裙，买衣裳。不是，这不配合你这。漂亮吗？啊，漂亮！哎，这地方啊叫三里屯。哎，知道为什么叫三里屯吗？不知道。就是说这个以前是个屯儿，它离北京有三里，这是一个村儿，跟你们那儿一样，故称为三里屯。后来北京发展太快了，把这个地方给包过来了。哎，发展的漂亮吗？高楼大厦的。是个村儿啊。哎，这是村儿。哎呦我，哎哥，哎，那个北京还有个什么十里屯儿、十里桥？哎，六里桥。六里桥呢，这是这个桥啊，离北京城啊有六里。故称为六里桥，还有个六里屯，六里屯就是离北京这个城区啊有六里的一个屯，叫六里屯，知道吧？哥，你太有学问了，这你都知道啊？一般吧，我这个上晓天文下知地理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悟性的。太厉害了！你这是走路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哎呦，哥，这个鞋太勒了，我能不能扯下来呀？你带，那你穿什么呢？我带花布鞋了。带花布鞋了？啊，我能不能还下来？来，换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还带的挺齐全的，太不舒服了。哎呀。那慢点。哎呀，好。哎呦我，孩子这个舒服，给我吧哥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鞋好弹，但是太高了。花儿，哎，我觉得你今天穿这个裙子啊，真不太适合你的风格。是不是啊？太大了。对呀，你看，这个你不适合这种打扮。嗯。
我跟你讲，你就一定是那种清纯的，而且是原生态的。你不要像别的女孩那样穿的那种花枝招展的，他们内心极其空虚。你是最好的，踏踏实实，男孩都喜欢你这样。真的吗，哥？真的。那你喜欢这个样的吗？我喜欢。阿妈说了，那个做人吧得脚踏实地的，然后呢，过日嘞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哎呀，花儿。哎。你说他有你一半好就好了。来，小西，快进来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啊？是不是上回的事儿想好了？珊姐，上次你跟我说的事儿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而且妮妮也是这么劝我的。可是我想来想去，老袁是真心对我好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，我一定要等他回来的。先坐下吧，坐下说，来，快坐下。你要等他是吧？可那你等他，你能为他做点什么呢？只要能救他出来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做，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能为他做？那你能帮他筹到钱吗？我听说，你已经把你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。可是无锡，你知道吗？那对老袁来说，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啊。还有，你可以找关系吗？你认识多少人呢？你到底清楚不清楚？你能帮他多少啊？可是珊姐，如果说离婚是为了我好，那我更不可能离开老袁了。我跟他是真心相爱的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他，那他回来以后看到了会多伤心啊！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等他回来。我相信你是真的爱他，我也相信你一定会等他。可是无锡，你要知道，这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能够等得到。袁木如果出不来，那木源集团就很有可能或清盘，还是破产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但救不了袁木，就连袁爷也要被连累到无家可归、无依无靠。这就是你的真爱吗？珊姐，你不是有木源集团的股份吗？你不是对公司了如指掌的吗？那，你有能力救他呀，你为什么不救呢？咱们都是女人，我理解你，真的。你说你从农村出来到城市里来，你一个人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，你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嫁给了老袁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已经过上幸福的日子了。你有大房子可以住，有好车可以坐，
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，多少人都羡慕你啊。可是，到底幸福不幸福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